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。好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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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你在一起，踏遍万水千山，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。最美丽的回忆。是何书桓的灵魂带着古巨基的肉体来祝贺琼瑶阿姨60周年的创作音乐会。何书桓《情深深雨蒙蒙》啊，已经是20几年前拍摄的，当时在上海，因为我妈妈是这个琼瑶粉啊，所以我当我知道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啊，琼瑶阿姨会来探班呢，我就打给妈妈，妈妈，你偶像来了，然后我就安排机票，然后就爸妈都去上海，名义上是看我，其实实际上是看阿姨，然后很开心，让他们拍了一张合照。刚刚在后台，妈妈还秀给我看，你看当年拍的这一张。然后刚刚阿姨也在后台跟我爸爸妈妈在拍20几年之后的第二张照片。我在后台看着这一幕，我很多感受，很温暖。我最怕最怕烟雨蒙蒙，看不见看不见你的身影，我曾经曾经堆起浮华，天在哭我在哭，你在何处？往事一幕幕，伤心一幕幕，你的眼光你的笑伴我进入孤独，烟雨一重重，山水一重重，你的点点你的泪是我心中最痛。嗨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。我是乃哥，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台湾熊秀巴上邓丽宏。我是蔡康永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小 S。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。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。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。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。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,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